们今天要去垦丁了。这任务呢是两队一起合力完成。我们要用这整条桥，会不会太大桥？哎呦天哪！共有631片木栈道，全长200公尺。Oh my god！ 这个节目要不要变改名字叫做工的人？哎，这难度太高了，太高了对啊，太长了啦，这没办法分一块一块在那边弄。哇，这个真的要花到何年何月啊？这3天有可能完成吗？这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。真的会束手无策哎！哎，不然这样啊，你们女生在这边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去垦丁吗？哎，这个国境之南，可以就是龙潭大厂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。飘着雨的过境之南，吊桥哎！哇，哎，他们在那里。哦，对，在下面好像没有，不会是要跑桥吧？绝对没有。这次的任务呢是两队一起合力完成吊桥心愿的。我们要用这整条桥，会不会太大桥？哎呦天哪！共有631片木栈道，全长200公尺。Oh my god！ 这个节目要不要变改名字叫做工的人？哎，这难度太高了，太高了对啊，太长了啦，这没办法分一块一块在那边弄。哇，这个真的要花到何年何月啊？这3天有可能完成吗？这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。真的会束手无策哎！哎，不然这样啊，你们女生在这边，4个在这边处理。下次不会要我们盖一栋房子？我们是不是比男生快、啊？哎、欸，各位看，夕阳越来越漂亮了，哇，超美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少说话，多做事啊。光涂这个护木漆就已经这样子了，啊，明天还要怎么涂啊？如果这一关输了，不要我再刷一轮。哇，先输的话，不行。先做小孩的女艺人，子啊，子你们。对。早上6:30要起床哦。今天只是第3天的第一天而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